谁都一声姐姐的含金量啊，我真的要开始磕了。贾玲短发的时候，张小斐长发飘飘，贾玲长发的时候，张小斐一头干练短发，从温柔体贴的李焕英妈妈变成了清爽小奶狗。难怪贾玲瘦下来之后第一个绯闻对象是张小斐，两人一同框，瞬间就有了解狗即视感。因为张小斐对贾玲姐的爱从不掩饰，热辣滚烫的路演现场，贾玲走在路上不小心踩到自己的脚，自然的就往张小斐的身上倒。注意看此时张小斐的反应，简直不要太宠溺呀，看到贾玲走路平地都能把自己绊倒，张小斐无奈的顺手就接住了贾玲，轻轻抚住贾玲，目光温柔，手心向内。有眼睛的网友还发现了张小斐的手是搭在了贾玲的屁股上。票房40亿的时候，玲姐准备脱单吧？哎呀，谢谢了，谢谢。刷费玲 CP， 给大家都很磕。可能是家规不一样吧，我们这边富人家是不用从屁股摸到腰的，磕到了真的是磕到了。全场路演下来，张小斐都没有一个正脸，简直成了钉钉拍。看着贾玲，对贾玲说悄悄话，嘴角那微微扬起的笑容，她真的超爱呀。还真是第一次见女明星跟大导演眼神拉丝儿的公开发糖，我看谁还没有上桌。其实早在《你好，李焕英》电影时期，很多网友就已经上桌了。无论贾玲是胖是瘦，张小斐看贾玲的眼神都一直带着不一样的色彩。只是这种色彩以前大家误以为是母爱，当贾玲瘦下来之后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贾玲成为导演的逆袭大作是明晃晃的秀恩爱呀。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都被最重要的第三个女人演了，第一部母女，第二部姐妹，这第三部网友们一致觉得该是演情侣了吧。最重要的，我要谢谢我的姐姐导演贾玲。感谢你用尽爱与思念，你对这部电影来说意义非凡。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吧，女导演跟她的大明星。众所周知，贾玲成立公司后签下的第一个艺人就是张小斐，从此贾玲带着张小斐演喜剧，张小斐则是贾玲的御用女主。在张小斐第一次拿到影后这个奖项时，所有人都在恭喜张小斐，可张小斐却当众送了贾玲一朵小红花。谁懂啊，这朵小红花背后的意义非凡。很早之前，胖胖的贾玲就已经被赵英俊的这首歌给鼓舞。即便贾玲跟赵英俊两人不熟，只是有微信的关系，但是送你一朵小红花这首歌，在无数个无助落寞的时刻都温暖了贾玲，带给了贾玲无尽的希望。这朵小红花就是贾玲的精神支柱。而张小斐选择在拿到影后的第一时间就对姐姐发出了最真挚的感谢，向全世界宣告电影的核心是贾玲，她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才是意义非凡。所以这一朵小红花送给她的大导演贾玲姐真的是磕拉了呀。贾玲喜上眉梢，为张小斐送上掌声与欢呼，两人是互相成就的关系啊。若不是彼此的互相陪伴，怎么走过那籍籍无名的时光。